哎，等一下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谢什么？谢谢你，谢佩静小朋友，你要跟我讲什么事？快点，你要跟我讲有什么事啊？老鹰窝。老鹰什么？老鹰窝，那边有老鹰窝。那边有老鹰窝。有啊，我阿妈甚至亲手去那里抓。你阿妈去那边干嘛？去那边看啊，那里有老鹰。现在看得到吗？老鹰窝在树上，去问我阿妈。要现在去吗？你阿妈说那边有老鹰窝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有可能哦。他叫我过去。哦。你去要不要特写一下你阿妈？我阿妈来了，那个蓝色衣服的。这样就没有，你要跟我讲地点啊。上面。很上面吗？好像在上面，就是要问我阿妈。是啊。那可以带我认识一下你阿嬷吗？好啊，走啊。老鹰的窝呢？现在呢，狐狸要去找的是老鹰的窝。我也要牵手。牵手啊！今天跟小狐他同学出来玩，他同学跟我说他阿嬷家有老鹰的窝。我来这里看一下。啊，你一边开。要上面看一下吗？好啊，走啊。上面。有那个小玉米粒要种下去，还没啦，还没。小玉米快点，看一下，而且要种那个小花花啦，我自己培养起来。哎，谢佩君。哎，小心一点哦。所以你知道在哪里吗？那里啦，里面有豆姐姐吗？玉米粒在这里。阿妈，老鹰窝嘞。老鹰窝我在上面啦。上面。哦，在正上面。这里看不到嘛，哈。只有他一张现在出来挥出来。那、啊、跟我带妈妈挥，跟小 baby 挥出来挥啊。哦。没有了，现在几乎都不还。现在还在那个交配期。那可能跟我在家里看到是同一对。应该是。对对对，我在家里也有看到。有看到哈、哦，因为小 baby 也没在飞。大概可能在过一两个月吧，就开始会开始飞了。对。这边应该是，这边应该是跟我家那边同一个巢穴的啊，因为我有看到他们在交配，在我家我有看到过。老鹰在那里，听管那老鹰洞。对，了解，好，谢谢。要小心。好，我再看着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小心啊，哎，谢佩静，你不能走太快，你要等我。对，不然。那个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人扶我，知不知道？啊，谢佩静，你有看过小老鹰出来飞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有呀。好可爱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，有比我可爱吗？有吗？等一下，你还要录正面的，你有比我可爱吗？没有，没有哈，对嘛？阿宝对不对？望远镜过来就是那个很小只，哦、它的嘴巴尖尖的。你想来 ending， 这个叫做老鹰窝大探险。老鹰窝大探险。好，那我们。来来来来，要跟我牵手来，快点。只有这时候了啊、哦！我牵到阿宝的手了啊！啊啊！爸爸的手，快点！你看，给我牵手，我说牵手带你过去的阿宝。你怎么这样子啊？他们应该是跟我们家看到的是同一窝。他说在山上，在上面也看不到。那位置差不多了，跟我们家，对，跟我们家拍到了一样。妈妈，黑鸢交尾，黑鸢在交尾。